请问一下，就是钻石女神一定要穿这样子？哦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她这个是裸钻。哦，上辈子欠你一次。喂，我不会讲一次，我会讲，我可能欠你四五次哦。欢迎钻石女神叶童。哇，有这是 model 吧？这个请问一下，就是钻石女神一定要穿这样子？哦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她这个是裸钻。哦，没有，比较说话，裸露了，真的。你是叫叶童？对，叶童你好，叶童是，哎呦，钻石鉴定师啊，哎呦，专业，家族都是珠宝商啊。哇塞，从小在珠宝堆长大，没有，珠二代，浮夸了，就是家里的人都有学这些，然后就是。也是就这样经营下去，真的哦，家里马桶盖都有镶钻石。是他小时候在玩的时候嘛，哎，干嘛？不要皮了，丢两颗裸钻，来玩这个。玩钻石，小时候弹什么？六七颗啦。对啊，弹什么弹出来？来弹钻石，弹钻石。哇塞！哇，那你这样子，就比如说家里都是做这一方，对，那出去应该不能跟人家讲。当然啦，就是讲了，小时候都是爸妈都会怕绑架，或是朋友可能会歧视，或是就是歧视，怎么可能歧视？羡慕死了，可能贴标签，就是说啊，他家里就是这样啊，难怪会这样什么的。难怪会这样。小时候就跟人家讲说你是家里是挖土的，没有，就说我们家做石头生意的。哎呦，听起来好特别，就说服务业这样子。服务业，那就是你是钻石鉴定师，对。钻石鉴定师就是说有专门的学习的地方或者科系吗？有，在台湾有一间叫 GI， 它是美国国际宝石就是鉴定师。哇，对，这个它还有证照，就证照，对，就是证书，你要去上课，然后那一堂课都是价值比较高一点。哇，多少钱？很贵耶，很贵。钻石单钻，你也知道，那时候有想要上。你不是医生吗？对，哎，你怎么有涉猎？你干嘛这样不务正业啊？人家开刀的时候拿到一颗钻石，那是肾结石。在小肠的时候，拿到这个证要待多久的时间学习？大概半年以内这样。那你假如说你要在双居，就是宝石，这是钻石，单钻石的，宝石的就更高，更高17万啊！哇，钻石20万。宝石57万，因为宝石你有个翡翠啊、蛋白石啊、蓝宝啊、红宝啊、稀有宝石啊，对啊，那全部都学起来快100了，对啊，可是你对啊，日后的投报就高了，对，因为你有这个证书，你其实在外面找工作，像我在专柜找工作会比较好找，你还去专柜找工作，你家里就在卖钻石，假如说你想要去外面多学习啊，钻石真的很难看，因为之前有在当铺工作过。然后有看那个，你在当铺工作，然后看那走投无路的，没有那些阿兄啊，都会拿那个显微镜在那看，对，要看那个杂志什么的，然后还测钻笔，内含物，对，那好难哦。那你这样是一个宝石鉴定家，将来跟你求婚很难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好意，哇，压力好大，这样子，哇塞，对不对？不过现在就是说，这个当然钻石有它一定的价值在，对。可是现在有很多替代品，很厉害哦。就年轻人有合成石跟锆石，锆石哦，对，锆石超亮的。哎，我还听说是不是像这种的？嘿，你这个可以帮他鉴定吧？那个是混石。对啊，但是就是一颗好的钻石，其实，这样讲好，其实很多钻石，他们实际在卖牌子，对，对不对？同样的东西，其实如果说你不是跟某牌买，价值最大概差到2/3吧，有哦，可能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都是有证书的，但是假如在什么 C 牌啊，或是 T 牌啊那种，它可能可以加到10万呢。那如果将来要再卖掉的时候，它也可以卖那么贵吗？没有，你有证，你有证书啊，证书它那一样的，你买名牌再卖掉就跟那个一样钱，对啊，对。你连结婚证书一起更值钱。喂，所以很多人以前去找那种一般的宝石，哦，买到那个很棒的钻石，可能一克拉多的，大概10几20万，然后你自己再去镶，对，戒台。那如果说你同样东西，你到大牌子买，那一下去就是50-60万，超过，可能100都有。哇塞，差这么多啊！看来为了要培养视力。
你每天都泡在鱼油里？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上课每天要至少要看十颗以上，嗯，那我们每天都是十倍放大跟显微镜，然后灯这样子照下去，你眼睛每天都会很疲惫。会不会灼伤？因为那个很温度其实不会到很灼伤，但是你会很酸，所以你每天就是叶黄素、鱼油都要吃。哇，而且那个酸就像你连续拍戏三天没睡觉，对，那个眼睛一闭上就非常酸，就要休息一下，而且会干的。对对对，因为太亮太刺眼了。你对你，因为你要很仔细去看里面的内涵，太用眼哦，知道？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以前在你想想看，以前在做模型，嗯，你做就。哦，对对对，然后或者打电动打，哦对，我都以为我是干眼症，其实不是，那就是纯粹不想见到老婆。那你现在你的那种珠宝买珠宝的客人都是贵妇，比较有钱嘛？那会不会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点或者是想法什么？会，他们的想法也是，就是讲话谈吐啊，都是让人家会知道说，哦，他是完全就是。是跟我们是不同的世界的人。哦，有钱就已经限制我们的想象。真的，真的。我现在不是喜欢玩那个球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两个钻石圆外，我钻石我看过没有？什么东西？他上辈子欠我100多万。哦，我之前有一个客人，然后他就是我就站在专柜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路过看了我一眼，他就进来了。女生哦，还不是男生，进来就看着我就喂、欸，他说你做这一行的、啊？我说。对啊，就是很有礼貌性这样说。他看了我上下这样看我，我上辈子欠你。我说哈，欠我什么？真的真的。他说他是信什么佛教还是什么天教那种，就是讲一些天语那种东西。然后呢，他就这样子走一走逛一逛，他这样这颗祖母绿多少？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定价，我就说是100多万这样子，因为祖母绿很稀有这样子，然后又有证书这样。他说好，包下吧。然后就想说哇，好客人，我就想说不好意思，那你要不要多看这边？这边还有这边呢。他说没有，我欠你就100多，我就欠你100多，我就这样子，然后就刷卡就这样结束。哇塞，哇完债哇！那如果万一是一个男的客人，是我上辈子欠你一次，我不会讲一次，我不会讲，我可能欠你4、5次哦。我说现在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有人感觉欠我的吗？我 OK 了，好不好？哦，那这个我们很想排队啊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这样。那现在教我们如何鉴定钻石。哎呦，像我们其实书不止这一本，还有其他，但这本是最基本的分级啊。对，哇，好厚啊，光是这个就超厚。然后像20万值得，哇，值得哦。那要吸收得了啊？吸收其实还蛮，就是你只要仔细，你就蛮简单。这是我上课内容。像钻石怎么看呢？它就是里面都会有这些，这些都是天然的钻石会出现的东西。嗯，对，因为那是要分类的。哦，对不起，所以说我们拿那个看就是要看这些东西。对，就是看这些东西，因为你们看看它的内部的内容。对，因为平时你们这样看不到，那你要。真的看到里面的东西，这些都是天然的东西哦。对，就看它的结晶的体，对，含的是什么形状的之类的。那这个呢，东西全部都会在证书里面。钻石有证书，也有没有证书的。哦，对，它有证书的，它是长这样，这是 GIA 证书。一定要有证书，你买那没证书的，我跟你讲，将来脱手就没价值了。对，就是看你要不要脱手，但是就是一个猜，就是猜测。这里面内涵物全部都会写在上面。哦，他会点那边，点红色的那个。这是他的身份证，然后他的钻石旁边也会有他的身份证，可能像我们就是 A22级，说你们男生 A1 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。哦。像身份证就在钻石的边边，它会有一个刻字。钻石跟人一样也要分级。对，然后等级颜色都有。所以你那个红色点的那个杂质越少越值钱。对，越干净。就拿出来一个零，我操，哇，那厉害哦！我们先跪一下，血海啊，那应该很难找到吧？这种，就因为它天然的，天然的东西不太杂质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的。那这边呢？这个是钻石探测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探测机就是像你们一般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看，不知道说到底这是真的还假，你直接用这个逼一下，假如有声，它就会说哦，这是 diamond， 它这边会出现这是 diamond。哦，不是听声音哦，声音也是，就是请一个会 beatbox 在那边表演，是，不是说以前有人用什么粪便，还是用什么去碳化，然后变成钻石，你知道？
我知道了，是天然之间，那是合成，那就是合成，就是合成那一种也可以吗？那一种就要看，我不确定哎，不确定哦。对，他这就是女生都还蛮喜欢这种。对啊，他有做这个特殊的戒指。漂亮，这个不错哎，哦，这个戒台很少见哦，对啊，是不是？你老婆是不是缺一个？哦，我老婆缺。但是以后如果我女儿要结婚，我真的会买一个好的给她。对啊。哦，我们这个是在印在背后，它还有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好亮啊。真的很漂亮，看你亮到对不对？吓到亮呛，哎，真的亮不一样哦。好，来这里。对，反正我们平时的话，我们就是钻石。可是这个就可以了吗？这个就可以，够十倍放大跟显微镜都是我们平时要练习看的。嗯，所以我们平时就是两个交替这样练习。这就是看它的内涵物是不是用。所以眼睛就是真的要顾，就你就这样子放在这边这样看，你就可以。仔细看里面的切割颜色，对，还有内涵。那你这个眼睛不好就挂掉了。对啊，所以就一定要有。那你们有规定不能近视、不能远视、不能老花吗？近视还，因为你已经放大了，所以你其实近视也不会。哦，老花应该也可以吧？老花应该也可以，可能你就要就是显微镜。对对对，看看都要这样子看吧。那裸视的话，我们是拿假的。哦哦。好啊，可以，真的。它内涵物很小，你要非常仔细去看，就很更漂亮啊！你自己看，但你要调视力降下来，直接失业。所以，对眼睛真的要顾好。哦，几百块跟超级哇塞，哇，这要调哎，这没有太调，它要调到你的一个焦距，对，每个人焦距不一样。对，我真的看得出来。哦，哇塞，哎，这样子看里面那个反射的光芒，嗯。好美哦！好，可以了，我们再录一个。真的在挑哎！那你现在男朋友吗？啊，我现在有。有啊，那他是也是钻石界的。他不是。啊，那他，那你今天这样刚刚讲说，如果跟你求婚，钻石对啊，会不会压力很大？就可能。会不会等下回去就电话？可能我会自己挑好，然后再跟他报个价。哇，好漂亮啊！那一定挑很大，直接在你店里买。不会。哎，你看过最大的钻石多大？我看过十几克拉的东西，十几克拉，那跟眼珠子一样大，非常干净的十几克拉。那有多少钱？两亿。哇，那个千万吧，到一千万吧，不止吧？而且那个是有证书的，就是不止一千万，不止啦，不可能啦，那 K 到头都会死掉的。对呀，因为硬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再看一看，然后掉地上，啪啦，指头先开。谢谢群众。